姐姐，姐姐，阿塞莱该去准备了。孩子去吧，厄吉爱你。我还会回来的，妈妈，我要教你下棋，等着我啊。真的？嗯，你要送我。好了，去吧，阿萨莱。啊，等等，对了，总监，你带阿萨莱去换换衣服啊，别忘了给他喝些加了黑糖的奶油茶，好吗，总监？好啊，你去吧。嗯，走。总监，姐姐，你今天真漂亮。照我说的做。达士顿，我只有派你去完成。阿萨莱回彼得堡经过的地方只有你熟悉。我们一定要带阿萨莱回家。无论如何，我们也不能把他丢下。韩，请你相信我，我和你是一样的心情。嗯。为了避免俄罗斯政府的怀疑，免除贵族的孩子们过去做人质，阿萨莱就是稳住娜塔莉亚、避免怀疑的最好筹码。那样，俄罗斯政府一定会认为我们是开赴土耳其战场，就会解除女皇对我们的戒备。当启明星升起的那一天，我们的大队人马将在一夜之间冲出他们的防守，转到东归。待他们反应过来，已为时过晚。以马队最快的速度计算，他们在短时间内是追不上我们的。我们和他们就会抢出六天的距离。我们的乌鲁斯行动时都做好了隐蔽足迹的措施，一时是不会被发现的。他们不会相信二十几万人会在一天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等他们清醒时，你早已抢回阿萨莱，踏上了归途。韩，没问题，我一定能完成任务。记住，你们追上阿萨莱要紧紧地将他咬住，千万不可轻举妄动，不然他们一旦察觉，你的小队就会失去行动的意义。你们截住阿萨莱的时机，只能在我们转到的第二天进行，然后马不停蹄赶到奥琴峡谷与迁徙队伍会合，或迟或早，孩子的生命和你小队的命运都将难以预料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们将成为他们追击的目标，因为阿萨莱对他们至关重要，必然要置你们于死地。你们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背水一战，我相信你们几个人的身手一定可以虎口脱险。大士顿，万一失去联系，我们就知道你们的结局了。放心吧，长生天会保佑阿斯莱的。大士顿，你对我同样重要。哥哥，回乡的路纵横千条，可我心中的路只有一条。启明星会给我引路，哪怕还剩下一口气，我就是爬也一定会爬回来。你要提前启程，东归不能再拖延了。娜塔莉亚和阿萨莱他们将同时离开，不要伤害娜塔莉亚，她不是我们的敌人。我记住了。
送别了达士顿之后，又不得不跟儿子诀别，我的心情十分沉重。一去千万里，谁知道会有什么闪失？再周全的计划，也可能出现意料不到的情况。傅寒，但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法。傅寒，你看那边，马尾巴拉船。这是逆流行船，牧人们也都开始打鱼生活了。阿斯莱，走。你就要走了。傅寒，你看，这是傅寒的傅寒传给我的，我把它送给你。将来你要成为图尔扈特最伟大的汗王。兴许你能派上用场。傅寒，妈妈呢？她为什么没来？他不能来送你了。我能闻到妈妈的味道。傅寒，我要走了。你的恶疾让我告诉你，要做个好人。将来你也许能做个好的韩王，记住了吗？我记住了。哎，韩王，可以了，你都要像娘们一样哭起来了。阿萨莱，好孩子，你要走了，路上要小心。你不和我走吗？我会马上和你相会，等着我。别丢下我，娜姐。阿萨莱，帽子。
请一起上车吧，殿下。啊，不，我不走。什么？您不走？不走。我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托尔护特的监察官，我有很多事情要做。哦，真遗憾，让个小孩子走这么远的路，您不担心吗？哦，有您陪着他，我担什么心呢？你会好好照顾他的，对吗？不过要是我跟您走这么远的路，倒是要替自己担心了。您一定是在说笑话，陪着您走是我的荣幸。娜塔莉亚突然做出的决定更让我感到意外，东归又出现了新的变数，我为此充满不安。快封冻了，冬天来了。你为什么不走？我巴西，你要是走了，谁来监察你呢？你不要这样，我猜到了这一点是因为了解你，狮子，你一下子变得温顺了。您错了，我不是狮子，我确实要走，去前线。陛下说，他需要我这双能捉住狮子的手。沃巴西，殿下，我真的很想和你在一起，可是根据陛下的命令，您将留下来主持韩国。如果您能说服您的姨母同意让您去前线的话。够了，沃巴西，你以为我是绊脚石还是绳索？
你在哪儿啊，杨金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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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没有想到杨进会用这样的方法来表达对东归的支持。他知道自己的病体对我，对图尔扈特大军会是一种拖累，于是他不痛苦却坚定地走向伏尔加河深处。我心爱的女人选择把自己的身体留在俄罗斯大地，却让灵魂随着族人一起回家乡。啊！韩，真的不知道对你说些什么。我们说的话太少了，可又像是应该说的话都说过了。阿济说，一个好的蒙古女人该是男人走到哪里她就跟随到哪里。我不是个好女人，我跟不上你，只能先走一步回到我们的故乡去了。你走吧。知道你自己是谁吗，沃巴西？我是沃巴西。错，你已不是伴随东方的启明星诞生的沃巴西了。沃巴西，杨金为了激励你完成东归大业，甘愿在激流中舍弃肉身。
他生前虽未拜佛，但我佛慈悲，必能接引他魂归琉璃境界。而你身负重任，若再痴迷于情逆，不怕万劫不复吗？醒醒吧，汗，赶快振作起来吧，为了我们部族的东归大业，百姓们都等着你呢，汗。同属韦拉特的图尔扈特、和硕特、多尔波特、辉特部终于要浩浩荡荡地回家了，人们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，几代人的夙愿在经历了100多年的漂流游牧后，今天终于在我沃巴西的统领下启程东归了。人们的脚步再也不会因为任何变故而停下来。天神地神，150年前，我们图尔扈特人的祖先游牧来到这里，天和地宽厚地接纳了我们，使我们繁衍生息，以阳光养育了畜群，泉水滋润了牧草。今天我们要走了，却不会忘记这片天和地养育的恩情。我们的子子孙孙将永远记着在伏尔加生活的日子。火神，我心中的一把火早已在东方燃起，是否愿意随我们一起走向东方？祈求你引领我们平安地回到故土。我们上路了。安好，沃巴西汗。舍楞太吉，您不在自己的营盘到这儿来干什么？贾恩夫人让我到俄国人那儿去告密，我干脆把这个秘密给您带来了。沃巴西汗，您得为我做主，您都看见了，图尔扈特先汗的遗孀，俄罗斯将军的母亲，女皇陛下忠实的臣民，在俄罗斯的土地上竟然遭到如此的羞辱，这是俄罗斯的悲剧，也是韩国的不幸。如果舍楞太吉这样做是为了满足您内心的愿望，那您要对女皇陛下做出解释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还是让他自己对您说吧。我要和您单独谈话。不，
你应该当着所有的人洗清您遭受的羞辱。沃巴西汗，我想告诉你，这关系到您的命运，为了图尔扈特人对您的信任。说。好吧，沃巴西汗，您应该清楚，对俄罗斯的反叛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毁灭。哼，图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已经生活了百余年。我想俄罗斯才是他们的祖国。沃巴西汗，放弃返回东方的企图吧，中国是不会接受你们的。舍楞将军就是你们最好的例子。图尔扈特人，沙皇政府是不会让你们离开俄罗斯的。你们的队伍甚至到不了哈萨克草原，就会遭到他们沉重的打击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们将会为现在的冲动付出代价，你们会背上逃犯的罪名，沙皇政府会把你们赶尽杀绝的。贾恩夫人，图尔扈特人听见了你的忠告，只可惜你用沙皇政府的口吻对图尔扈特人发号施令，结果只会适得其反。你说中国政府不会接纳我们，你说错了，中国是我们的故乡，看看我们这一张张的脸，和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没什么两样，我们血管里流着相同的血，我们是他们的亲人和同胞。任何一个有为的政府不会让自己的同胞长久地漂流在外，况且回家是扎尔库会议决定的，是全体部族百姓一致的心声。你背叛了图尔扈特人，背叛了祖先，一个告密者的下场是可悲的。沃巴西汗，您在嘲弄我，你以为你是英雄，其实你是个胆小鬼，你是害怕打仗。难道俄罗斯在战争中没有伤亡吗？是上帝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众去参战的，为的是让他们在这片天空下生活得更好。这是俄罗斯公民应尽的义务，你不但不尽义务，却要带着这20多万人去逃跑。你考虑过迁徙中的不幸吗？伤亡吗？你会把英雄的部落毁灭在漫长的荒无人烟的没有尽头的归途中，你的英雄壮举是不会给图尔扈特人带来任何好处的。你只想把阿萨赖送到俄国的皇宫，把贵族的300孩子送到皇宫，无数百姓的那些孩子呢，却在遥遥无期的东归路上冻死饿死。你会毁灭了下一代，我为你的盲动痛心，我想你是图尔扈特的罪人。我更不能相信你能带领着部族百姓回到东方，能过上安逸的生活。等到图尔扈特人重新回到这里的时候，您就不是汗王了，却是一个真正的叛逆者。百姓们会焚烧了你的躯体，把你魔鬼一样的灵魂交给地狱的。可我想问你，你算得上是图尔扈特人吗？哼，你的心从来没有交换过部族百姓，是不会为百姓着想的。到了今天，图尔扈特的百姓们可以丢弃一切珠宝财物，可是你呢，仍为蝇头小利出卖你的族人，不惜用族人的头颅交换你对女皇的忠诚。我的儿子阿萨赖可以让你们拿去祭奠女皇的虚荣心，但今天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的下一代图尔扈特的孩子们绝不会再成为女皇无辜的牺牲品了。你知道战争中卖命的图尔扈特百姓有多少家庭没有了男人，就连孩子们的头颅
都掩埋在了土耳其冰冷的土地下。作为一个女人，母亲的泪水，妻子的哀怨，你有过吗？你没有。你每时每刻想到的是你贵族的利益。在战争中发不义之财，一旦受到损失，就会成倍的从百姓中掠取。在你的心灵里真正感受过自由对土尔扈特人他们的意义是什么吗？今天他们自愿选择了返回故乡，那并不是我沃巴什一个人的意愿，是他们宁愿自由地掌握自己的命运，也不愿意受俄罗斯的摆布而苟且偷安地活着，所以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家。你呢？你没有了家，你只能以向女皇摇尾乞讨为生，甚至不惜出卖本族人的利益换取你自己的平安。苍天有眼，在我东归的时候，汗腾格里把你交还到部族百姓的面前，让他们向你讨还一切你所欠下的债务。舍楞泰吉，他找到了自己的归宿。夫人，这座偌大的寒亭，你已经是他的主人了，这不是你一直以来的愿望吗？这个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。来，你看，他已经是属于你的了。沃巴西汗，我想你一定会冻死在东归的路上，那是一条死路，你毁了土尔扈特人，你会断送十几万人的性命。苍天哪，你睁开眼看看吧，看看这位韩王，他竟做出如此鲁莽的行为。谢谢你，可是我不明白，沃巴西汗，我们九死一生的跑到这个地方，但我们很难一起再回去了。面对朝廷，我身上有洗不清的污点，无法和朝廷解释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绝不会出卖你们来换取女皇的赏赐。走吧，舍勒姆绝不能背弃准格尔人，长生天保佑你们。等等，可是一旦韩国离开伏尔加河，俄罗斯人不会让你们留在这儿的。这我知道，所以我马上就要走了。草原无边无际，但总会有一块地方让我留下来，就像当年的土尔扈特人一样，不停地迁徙，不停地寻找新的牧场，这是我们蒙古族人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。韩王，就让我们走吧，在俄国人到来之前，我们已经消失在更远的地方了。夫人，生活对您总是很慷慨，在这个地方您可以做韩王了。
做什么听的？今天是我们的东归之日，我沃巴西在这里带你们向佛祖和天神发誓，我将带领你们一路走向东方，一往无前，九死而不悔。出发吧，出发！东归！义无反顾，已经再没有犹豫的余地。图尔扈特人归乡的情绪高涨，眼前的障碍也已经清楚。况且这样大规模的行动，久拖不决必然走漏风声。即使前进的道路上有再大的困难，也只有冲锋向前。图尔扈特人生来就是战士，这次我们将为自己而战，虽死无憾，但作为一个韩王，我得把部族尽可能安全地带回故乡。